我要来上班啦，逐工唔困，你早暗光食。起床啦，早顿该准备好啦。你敢食咖喱饭好无？嗯。会记得啊，家己把客做退冰啊。 你到家里传咯，我要记得啦。哦。8月8号父亲节就快到了。你知道伊个冇要回来哦。什么样的礼物了吗？我台北呢，也是。阿玲姐姐啊。这个小厨师从小就跟着厨师爸爸学厨艺，那么今天他特地选择营养价值高的石斑鱼作为泰式料理，帮爸爸夹菜，成为另类的父亲。伊个年纪也冇要回来。 我告诉你，明天下午1点我就打车。他才跟你要回来，不是打车哦。父亲节全面包饺，就是研究非洲可啊。不用满足。好啦，明仔载我载你去吃糖。